豆腐块。保证吗？你好，穷坏人。大胡萝卜，不要吃我。婆婆，你干嘛，婆婆？对不起，可以原谅我吗？你快点，我没有力气了。轻一点，哥哥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记得轻一点。我现在有点晕，我现在今天就睡了两个小时。哥哥觉得你的笑容是最漂亮的，我们要永远，乐观的面对生活，好不好？永远笑下去，好吗？